知道，这是正常的。这道大关你去掉也没事。没有，我就去掉多少关？他不是把这道往上刷了，不是在上面摇动，就放到这里。那摇动了，摇动了，这个开关就盯着，就下面是大了，下面最后那个机器静止，没有静止的时候，你看这机器停的时候，一般正常的塑料机应该是这种，机器停的时候，这边的很大。一般上下来。